自现清净浩瀚佛刹土，明观自成金刚瑜伽母，梵顶千半莲日月殿上，总集归处乌金金刚池，白虹霁月直持楚盖平，圆满报事双运错家母，深缘自生续不知坛城，本传上师空行手势等，安住如同解开芝麻夹，如是乌金刹土智慧尊，有与融入观修之所依。哄乌金刹土西北隅，莲经花胚之座上，昔有殊胜成就者，世称名号莲花生，空行眷属众围绕，我随汝尊而修持，为赐加持其降临，隔日巴马思得哄。或化身陈述恭敬而顶礼，奉献现有本源普贤供，无始所积罪堕皆忏悔，轮涅一切诸善作随喜，乃至轮尽其住金刚身，即请常转深广正法轮，无尽善聚回向成正觉，西方乌金自在无量功，善事身与意之化现者，为利占卜众生而降临，持名空行会众作围绕，即请乌金莲师诸圣众，即请乌金上师莲花生，祈祷赐予灌顶作加持，红黑三角自在无量功，黑魔男女匍匐坐殿上，自在圣尊莲花黑日嘎，莲部愤怒诸尊作围绕，祈请马头自在诸圣众，祈请乌金上师莲花生，祈祷赐予灌顶作加持。爱变蓝黑愤怒无量殿，阎罗水牛全卧坐殿上，文殊雅门达嘎大威德，佛曼愤怒眷属作围绕，祈请部位金刚诸圣众，祈请乌金上师莲花生，祈祷赐予灌顶作加持，从于上师三处三字上发出白红蓝色三种光，融入自身三处作加持，又赋诗携眷属化为光，由自泛穴融入心明点，上师一语自心成无别，心性本然法身中安住，清净四障获得四观智，精熟四道现前四身果，获得一切灌顶及加持。最后发愿，生生世世不离失，恒时享用圣法乐，圆满地道功德已，唯愿速得金刚持。